全部食言，在我们的境内将没有恐惧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救主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有很多很多不可能的事，在我们人眼中不可能的事，但是在天主的都是可能的。在今天的读经，我们将听三宋的家人，他的父母亲，尤其是母亲，他是不能生育的，但是在天主的能力之下，到最后他就怀孕生子了。在福音也是一样的，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，他们本来也是无法怀孕生子的，但是天主的能力使他们生下肉汉，在我们的眼中是不可能的，在天主的权力之下，一切可以发生的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，我很为有人教友，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的圣子借着至圣童真降生成人，向世人解释了你无比的荣耀，求你赏赐我们以坚定而完整的信仰，崇奉这伟大的奥迹，并以心相依伴、虔诚地与普天同庆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明长记。那时候在左拉有一个人，属于单支派，名叫马诺亚，他的妻子不能生育，没有孩子。上主的使者显现给那妇人，对他说，看，你不能生育，没有孩子，但是你将怀孕生一个儿子。你要留心，淡酒和烈酒都不可喝，也不可吃不洁的东西。孩子出生以后，剃刀不可碰到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从母胎就是献给天主的。他要从培勒瑟特人手中拯救以色列。那妇人却告诉丈夫说，有一个天主的人来到我这里，他的容貌好像天主的使者，十分威严。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。他对我说，你将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从今以后你不可喝淡酒和浓酒，也不可吃不洁的东西，因为这孩子
从母胎一直到死，是献给天主的。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三松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上主降服他在马哈乃丹，就是在左拉与厄士陶尔之间，上主的神开始感动他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我要满口赞美你，我要终日颂扬你。我要满口赞美你，我要终日颂扬你。上主，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，获救的堡垒，因为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堡垒。天主，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毒手，由不法之徒的掌中将我救走。我要满口赞美你，我要终日颂扬你。因为我主上主，你是我的寄望，从我幼年时，你就是我的仰仗。我尚在母胎中，你就保护我。我出世以来，就仰赖你。我要满口赞美你，我要终日颂扬你。我要宣扬我主上主的能力，上主，我要传递你独有的正义。天主，我自幼年时就蒙你教诲，直到今日，我仍宣报你的奇妙作为。我要满口赞美你，我要终日颂扬你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夜色的根子被立为万民的标记，请来解救我们，不要再迟延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犹太王黑罗德在位的时候，阿比亚司祭班的司祭班中有一位司祭，名叫扎扎利亚，他的妻子是亚兰的后代，名叫丽莎。二人在天主面前都是一人，遵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，无可指责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丽莎不能生育，两人又都上了年纪。正好扎扎利亚轮到他的班次，在天主面前尽实际的职务，照实际的惯例，筹中了钱，进入上主的圣所献香。献香的时候，众人都在外面祈祷。有上主的一位天使站在香坛右边，显现给他。扎扎利亚一见，便惊慌失措，害怕起来。天使对他说：扎扎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，你的妻子丽莎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
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，你必要喜乐欢耀，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，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。当酒、烈酒，他都不喝，而且他未出母胎就要充满圣神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转向上主，他们的天主。他要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，走在主的前面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领导悖逆的人走上义人明智的道路，并为上主准备善良的人民。撒迦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？因为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。”天使回答说：“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伯，奉命来向你说话，报给你这个喜讯。看吧，你必成为哑巴，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，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，但我的话到了时候必要应验。”众人等候撒迦利亚，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，等到他出来，竟不能与他们讲话。他们才知道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，他已经成了哑巴，只向他们打手势。他供职的日期满了，就回家去。几天以后，他的妻子丽莎怀了孕，隐藏了五个月，说：“上主眷顾了我，厚待了我，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在世主杯这个比赛的当中，还没开始之前，有很多很多人就开始猜说哪一个国家应该会到八强，或是四强，或是到冠军赛。说德国应该会进去，西班牙也大概会，但是没想到德国就很早就被淘汰了，西班牙在十六强的时候就停滞。那我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这些强国，足球强国没办法进一步的到第四强，或是第八强，或是到第四强呢？我们可能就是有这些的疑问。这个是在足球的世界。我们在职场上，可能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有一天发现了我们的同仁就变成了经理，我们可能就会问，他为什么会变成经理呢？他的能力比我好吗？或是比别人好吗？我呢？我比他差吗？我觉得我应该可以，为什么是他？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，这样的想法。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，刚才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是加扎利亚，他抽了中，抽了钱，他抽钱以后呢，中了那个钱以后呢，他就进去到圣所里面去奉香，去奉香，就是在那时候天主显现给加扎利亚。我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天主选择加扎利亚？为什么天主选择显现给加扎利亚？那为什么更进一步的，为什么天主选择从加扎利亚的家出现
一位先知为了准备耶稣基督的来临呢？加斯利亚的家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在圣殿工作的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司机吗？他只是其中的一个，而且从这个司机团里面，他的位置不是很高，很高的司机团里面的高的位置，他们会留在耶路撒冷，他们的家是在耶路撒冷。但是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加斯利亚他的那个司机就是在圣殿工作去奉香的时间满了以后，他就回到他本乡去了。意思是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，他住在耶路撒冷之外。如果我们去耶路撒冷，我们就会知道他住的在耶路撒冷以南一个名叫埃因卡林的一个村庄。那为什么天主选择这个时机加斯利亚跟他谈话，给他这么大的一个使命？那虽然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使命，他的状况我们就知道了，他的妻子是不能怀孕，以后呢圣经还告诉我们他们两个已经上了年纪，天主为什么选择是他们？在今天的福音就告诉我们，加斯利亚跟丽莎跟他的妻子丽莎，他们是一人，他们是一人，他们的生活是按照天主的规定，天主的旨意，按照法律的要求，按照礼规而过他们的生活。不只是这样的，虽然他们上了年纪，他们还保持希望，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保持希望。可能他们就是忘记了，可能他们就是因为每天看到他们自己的这样的生活的状态，老了在人的眼中是不可能发生的，不可能怀孕，不可能生子，所以他就怀疑，他就问天使有什么凭证让我知道。但是他在平常的他会祈祷，希望天主可以给他们孩子。那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到呢？后面天使跟他讲的时候，天主已经听到了你的祈祷，你们的渴望，有孩子的渴望，天主已经听到了。所以从这里，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加斯利亚对天使有疑惑有疑问，不过他保持希望，在没有希望中还保持希望，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天使来到他那里，天主选择他，这个他已经准备好。我们就问我们自己呢，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？或许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扰乱了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对天主也失去了希望呢？在没有希望中保持希望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深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深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
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这是七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圣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以民不争。